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佛主的话语洁净咱的心思意念。争论无益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四节，唔通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无益处的，只会通败坏听到的人。有一个聪明的人，当任中间人，为人解决纷争。有一摆，当一个人讲完伊的理由以后，伊对第一个人讲：“你讲了对。”第二个人也讲家己的委屈。中间人对第二个人也讲：“你讲了也对。”边头有一人听了，真正袂服，讲：“你一点立场也无，代志一定有对还是错。”不是第一个是对，就是第二个也对，怎样可能两个人拢对呢？中间人慢慢的无气的讲：“你讲了也对。”弟兄姊妹，有可能大家拢对，徛伫无相的立场，必然会有无相的看法甲论断。有一寡代志，何必一定要计较？定对定错呢？确定对还是错以后，可能让代志会处理得更加乱七八糟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阮常常甲人意见未合，发生争执，求主帮助阮有聆听的耳腔，有温柔的心，避免甲人争论，伤害彼此的感情。求你帮助阮有包容的心，接受彼此伫无同的立场甲角度有无同的意见，互阮无伫言语上犯罪，反得要讲造就人的话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